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一开始就出三星装，我觉得蔡文姬应该不会来套路我吧。我不喜欢打那种二技能存的，我觉得挺麻烦的，有时候 A 不到，好吧，我直接一技能顶第一波，我就直接上了，都不墨迹了，学一技能简单呀，方便。 这伤害视野变化呀，这个伤害原来顶一下 A 几下就完了，这样死，很简单啊。当然你也可以学二技能卡他那个被动，就是二技能它可以存嘛，你存那个时间上去 A 4下，那个兵也死了。但我觉得学一技能方便一点，就不用动脑子。 把兵线一顶 ，A 2下就完事了。这人带着惩戒吗？你小子还可以啊。 啊，刷完你们回家了。我直接二技能存着，然后直接顶上去，然后，直接升4级呗。再打，还打，还打不打？哎，能不能等1秒？等1秒。无所谓啊，兵也吃了，人也带走了，可以了。打的就是个刚猛。 这不很简单吗？我觉得强度还是在的呀。二闪拉开反杀了没有？二闪拉开，他那个毒已经要差不多把我毒死了。我二技能摸到他的时候，感觉差不多自己也走了，没必要。顶着他打呀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掉血就掉血。血掉的越多越开心。 来打死我，是吧？越掉血越兴奋。我当他面把技能给交了。还有话吗？你再折腾啊！再折腾就反手一大，再打。来，吃就硬吃，来。再打，再打。打够。每对我造成一点伤害都是对自己无限大的风险。 发起进攻！哎，聪明啊，这波他聪明了。他是不是蹲在里面在？没蹲在里面，干嘛去了？来，啊，兵吃完了，死就死吧。 打的就是个生猛，兄弟们！命运不配做我的对手。攻速怎么这么快？因为你 A 二技能可以重置普攻，就你 A 一下，二技能 A 一下，它很快的，所以你感觉我攻速快。可以，刚丢完大招就要死。 来，做个了断吧！扛着让他打。
好吧，再打，对，再打，就硬要掉血，不掉血不开心。然后这朵花就白给，打花太快了，别的英雄墨迹半天。我必逆天，发起进攻。告辞。你好。想丢大怎么半天丢不出来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请求集合。这怎么把我连控到了，我这个大刀在这个位置刷出来都得死啊，奇怪哦。不过他们也炸，被控了好久啊，不然我落地一大肯定他们死了。这玩项羽感觉不用动什么脑子啊，我玩花木兰我还讲手法，沉默重剑这样那的，反正我就顶到了人我就直接 A 两下，然后找个位置刷个大就完了。项羽还是很强的， T1 的强度应该有的，打路人之外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懒得走位了，捏这个大招自信的。集合，你好，进攻主宰。掉点血，丢丢二技能就回上来了呀！来不？来，再来，再来！不怕我吗？怕怕我？霸王魂射！回血，回血，回血！引开！这把我压残血，风险很大的。活下去，再弹了一下，没办法。与我为敌的下场。我要是有蓝 buff 就好，感觉都拦不住我了呀，不但是跟神仙一样的。告辞。
的时代。主要项羽这个顶很赖，他有点远，你知道吗？他经常看到他顶到就顶到了，然后你就得叼位移。我经常在这种转角，他项羽看你一秒你就爆炸了，好吧？他这个顶，然后就别人总觉得扭得掉，但其实扭不掉啊。他丢技能成本太低了，三秒一个，三秒一个。你像这种比较远距离的控制，你要磨到七八秒的。来，开始撤退。少多少？撤退。怎么搞个蓝给我？搞蓝我感觉我死掉了。吓死了，打死我了。硬大招压制是吧？回血暴击轰大，回血顶，暴击陈苍穹，回血暴击。回暴回暴。嗯，你看控人成本是不是很低？那个我顶过去是吧？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反应不过来的。进攻主宰。拿个蓝。他说要打连五个人在，我觉得没必要。火以神装。有点肉大招还未冷却，打个兵回点血，我基本上能顶到了呀。他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顶到他了。敌的下场，直接点头了，真的太猛了呀！一过去大守约不就死了吗？应该蔡文静安捏着大招的，我上去直接把自己卖了，没什么意义啊！你一技能加大招，一定是那个人必死的，好吧？他们敢这样浪，感觉蔡文静手上捏着大的，我不停的跟他打消耗。这不真的跟神仙一样吗？这个项羽，这个后面起来了后，真的不好打呀。项羽出不死鸟好一点，我觉得没必要去贪那个回血，没必要去贪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